的初夜献给谁啊？包厢就要送了吗？还是怎样？没有。你怕鬼？没有啊，这有老鼠啊。这要问你吧，我不知道。你们才刚在一起就两个礼拜才说。哦，怎么那么忙啊？你是在作弊是不是？哪有作弊？头伸成那样，手机是不是拿到眼前是不是？包包要等到一周年纪念，那还有好几，还有七个月，对、啊，等不到那一天了。哦，七个月啊、哦！而且如果没有一年，就是要分手了吧？你有好，对心仪有什么话讲来看着镜头？看我邱心仪哦，李心仪啦。讲什么？看这边还是看哪边？你有什么好看的？我在建南站等他，因为我们要另外，我们要去文化大学看夜景。好，然后我那天他从建南站出来的时候，我就过去牵住他的手。哦，你骑摩托车在那边等他。对，安总不去他家载他，你要叫人家坐到建南站，真的很没有诚意。你一定不是很爱他，难怪你不喜欢他。你是不是不喜欢他？哦，这个已经有在录了。你是不是很不喜欢他？没有。我们不要闹工作室，是针对，我们主要的啊，我们不要闹，我们不要闹工作室主要的服务的内容是针对男男女女，不对，我们不要闹工作室主要服务的内容是增加了，增加什么啦？我们不要闹工作室主要服务的内容是针对男男女女。我们不要闹工作室主要服务的内容是针对男男女女在生活中我们记录着为对方不对等一下我快有那个 feel 我们不要闹工作室主要服务的内容是针对所有的男男女女在生活中我们记录我们可以记录导演我再重来是可以吗我们不要闹工作室主要服务的内容是 增加不行我会陈爱琴不能笑我也会想笑那这次收到张先生的委托知道他跟他的女朋友很喜欢唱歌我们借由今天的这个包厢我们特别送了他这首歌